入场。我的公主，你真是太美了。急速方程车，急速方程车。我的公主，你真的太美丽了。我们在说重要的事儿呢，专心一点。我知道，我在听呢。那你再复述一下我刚才说了什么？那个，其实我刚才没听懂，你再跟我说一遍呗。我刚才说了这么多，你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是吧？好吧，鉴于这次任务的重要性，我再说一遍。明天在市中心有个大活动，要展示一辆最新科技的智能跑车。受主办人傅先生的委托，这次的安保工作由我们宇宙守卫队负责。这次是个绝佳的机会，大家要好好把握，向广大民众展示我们星源赛车的实力。还得去干活，我还想自己去好好欣赏一下那辆跑车呢，这不是亏大了。那场的工作就交给极速方程车。我？你在这个活动的任务是保护旁边跑车的安全，明白了吗？极速方程车，你就好了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要对现场发生的所有情况负责，一点都不能马虎。这么说我成为保镖了？听起来好像还不错。说到这次需要保护的跑车是这辆车，不是我梦到的那个公主吗？公主？期待今天那辆车。期待，好棒啊，超酷的。今天吃的也不错呀。好丰盛啊，还有我喜欢的记忆呢。哇塞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随便吃的吗？太好喽。陈飞，你注意点形象。陈飞，我们是有任务在身的。真扫兴。来得正好，御用守护队的朋友们。是宇宙守卫队。怎么连我们这么响亮的名号都能叫错？一时口误了。说回正事儿，希望各位能对今天的任务足够重视起来。我这辆玛莎跑车可是下了血本的，它的安全就全靠各位了。拜托各位多多关照，确保它万无一失。原来我没有看错，真的是他。今天是不是你来保护我？对。有没有觉得今天的极速方程车有点反常？你说的没错，数据显示它的车身温度正在迅速上升。温度怎么会上升呢？具体原因目前确实不太清楚，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，好像跟它的情绪状态有关。它是害羞了。害羞？这话怎么说呢？只有同样作为星源赛车的我才能看得出，他绝对是被玛莎迷住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你们好，欢迎各位远道而来，来参加我的豪华私人跑车展。别废话连篇了，我们要看玛莎。先你等等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今天就不和你计较了。好了，正式为大家介绍，这就是搭载最尖端科技的人工智能跑车玛莎。它拥有完全自动驾驶的功能，驾驶员可以做到彻底释放双手，只需要在脑海中想象一下目的地，玛莎就能立刻读取到，然后自动驾驶到那儿去。它不仅仅是一辆跑车，更是一部融合了尖端科技的智能机器，堪称目前最新最顶级的跑车技术代表。真是没想到，地球上的科技水平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。活动结束后，我得好好跟傅先生讨教一番。视线全被挡住了，我也想近距离看看那辆跑车嘛。能这样远远看到就已经不错了，星源赛车他们可都还在门口当警卫呢。真是的，我都一把年纪了，为什么还要做这种看门的活啊？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真羡慕极速方程车可以在内场待着。辛苦了，我们来接班了。守门站岗的活虽然累，但好在还能换班，这也算不错了。
哎，凑合吧。换班之后，我们俩要去哪儿呢？玛莎好像去另一个会场了，我们也得跟着去。对，我们得跟着玛莎走。还要去其他地方吗？不是到这就结束了吗？我看傅先生的样子，好像是要在新源市很多地方都展示一下玛莎。这就是最新型的人工智能跑车玛莎，为他欢呼吧！这车的颜色亮啊！一定要不少钱吧？真的好美啊！太帅了，这车！太帅了，太酷了！这花叫做山茶花，它代表着端庄和高雅，就像你一样。谢谢你，可是不管走到哪儿都被一群人围着，我都休息不了。如果能找个地方让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这样啊，不如我来护送你吧。真的吗？啊，耶！玛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先别问那么多，跟着我来就好了。极速方程车去哪儿了？奇怪了，咱们到处去找找他吧。好吧。等一下，玛莎，我们是不是跑得太远了？活动应该已经开始了呀。没事的，我现在不想管那么多。你今天不是我的保镖吗？带我看看新源市吧。找到他了。你知道风信子的花语吗？不知道，是什么？是放松、惬意和喜悦。哦，我也是一样的心情。原来跑这儿看风景来了，放松一下也不错呀。马上要上场了，我们的主角呢？这个我也不知道啊。我找遍了，可是到处都没看到玛莎的身影。极速方程车也不见了，他们两个去哪里了？怎么了？有情况，附近有恒星能源反应。注意，新源市出现巨大生物！新源市出现巨大生物！偏偏选这个时候来，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极速方程车和玛莎他们两个，必须速战速决！龙战士，新源，变身！切！现在没时间跟你耗，我还得赶着去找人呢。烈焰冲锋车来了，合体吧，光速开装，烈焰冲锋形态，切，烈焰冲锋剑，切，切，冲锋剑斩。疾风术隐形态，说得对啊，可是我需要极速方程车的配合。他和玛莎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啊，对了，他叫玛莎。哦，你居然知道玛莎？
危险，我们快跑吧！马上！危险！我来告诉你吧，你真正的名字其实是幻影玛莎，你是我最重要的部下，你和我一起统治这个星球。那家伙体内的确有恒星能源石的反应，因为外形巨大且酷似水母，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幻影水母。幻影水母和玛莎竟然是一伙的？不是玛莎，而是我的得力干将幻影玛莎，她是我精心安排在你的身边的棋子。为了我的宏伟计划，我必须掌握星原赛车的一切信息。我特意让幻影玛莎接近你们，他的外形和星原赛车很相近，让他假扮成人工智能跑车的话，想必能更容易获取你们的信任。如今看来，我的计划天衣无缝，完美至极。天衣无缝，你真是大言不惭。就算他主动接近我们，也别以为这样就能轻易赢得我们的信任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急速方程车。不对，你都跟他说了什么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跟我们说实话吧。想知道吗？放心，你们会亲眼见证的。那家伙和幻影玛莎闲聊的时候，可是把什么都说出来了。不过也多亏了他，我才能继续强化我的身体。急速方程车，难道你把星原市的事情都告诉他了？没有，我只是这样悠哉悠哉的闲逛，还真是不习惯呢。你平时忙得连闲逛的时间也没有吗？是啊，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这样啊。玛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你到底要去哪里？不知道，我还没想好呢。就这样漫无目的的跑，真的没关系吗？对呀，有时候其实不需要思考那么多，光是在路上跑起来就很开心了，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就好了。跟着感觉走？没错，不过你能不能追上我，那可就不一定喽。你跑得好快呀！嘿，在速度方面，我极速方程车还没遇到过对手呢。是吗？那我偏要赢你。真痛快，好久没有这样奔跑过了，是不是感觉特别舒畅？嗯，原本应该是我保护你才对，没想到反而是你带着我跑，真有趣。星原市的和平由我们守护，如果在街上看到可疑的人或者是危险的怪兽，请立刻联系宇宙守卫队、烈焰冲锋车、雷霆摩托、飞檐跑车、丛林越野车、极速方程车、星原赛车，会一起出动保卫星原市的安危。你是宇宙守卫队的？哈哈，没错。我听说你们可都是赛车中的精英啊。嗯，那是当然。那你们平时都做什么呀？是不是经常和危险的怪兽战斗？战斗只是我们职责的一部分。实际上在星原市里到处都埋藏着一种非常危险的能量。非常危险的能量？嗯，叫做无尽金属。有时外星人和怪兽会为了这种能量闯入蓝星的。无尽金属会在很多地方出现，比如这地下可能就有，甚至有时候会从这些建筑下面突然冒出来。看来这种无尽金属埋藏在星原市的各个角落里呀。嗯，昨天我们在星原市的地下就发现了大量的无尽金属。那个地方其实不是什么施工现场，而是我们为了处理这些危险能量而伪装的，这样一来可以很好的保护现场，防止别人进入了。当然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应对方法，因为现在我们人手不够，只能先把它封锁起来了。对了，这些都是机密啊，一旦被敌人知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玛莎，我说的这些你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说的。
那个，我刚才好像不小心把昨天发现无尽金属的地方给说出来了。你怎么能把这个也说出去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倒是没想那么多，我就……无尽金属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力量，有了这个，现在我终于可以征服这个星球了。无尽金属的力量已经涌入我的身体，我感觉充满了力量。幻影水母的身体已经被大量的无尽金属侵蚀，如果他失去意识变得失控，星原市将面临更大的危险。我不会放任他胡来的。可恶，去坐放灵车，只有你才能追上他了，合体吧。好的，光速开装，疾风瞬影形态。来吧，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一举拿下他。如果你想变成一堆废铁的话，就尽管来吧。情况很糟糕，那家伙利用无尽金属的力量吸收了极速方程车的能力。也就是说，星原赛车的任何攻击都对他起不了任何作用了。来吧，幻影玛莎，你也吸收无尽金属试试吧，和我一起重生为最强的宇宙生物，统治整个星球。怎么会这样？就没有办法可以对付他了吗？不要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要。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是按照计划来的，但是事情变了。是友情。友情？经过一整天的相处之后，他们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你竟敢违抗我的命令。我做不到，对不起，我不能伤害极速方程车。马上，你是我的手下，如果你现在不愿意追随我，那你对我来说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。陈飞，跟我合体。可是你的速度不是已经被吸收了吗？那我也要放手一试。手下败将，你再怎么攻击也是没用的。但是有些话我必须要说。疾风双刃。你连我的一根毫毛都碰不到，竟然也敢与我对话。别自作多情了，我不是在跟你说话，我想要对话的人是我的朋友玛莎。疾速方程车。玛莎，你听我说，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我知道攻击可能无济于事，但是我必须要让伤害你的人付出代价，否则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无论战斗多么艰难，我都会坚持到底，绝不退缩，因为你是我最珍贵的朋友。你也是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极速方程车受伤。这是什么？我用尽所有力量让幻影水母暂时停下来了，就趁现在。好的，疾风双刃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幻影玛莎，你这个叛徒。幻影水母，如果你再敢伤害我的朋友，
我会不惜和你为敌。你竟敢背叛我！如果我跑走，暗影水母肯定会生气并追上来，这样无尽金属就会继续流失，可以进一步削弱暗影水母的力量。知道了。别想跑！真的要走吗？把新元氏弄成这样，我说服不了自己留下来。好吧。你知道玫瑰花的花语是什么吗？是友谊天长地久。你懂就好。再见了，我的保镖。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，约好了。多美好的友情啊！是啊。